你把它放欧巴是啥哇？你就无来听。韩国话啊，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啦。是变，啊你胸腔那大细，你叫我装的啊？啊结果我胸腔都变对调啦。你安尼对调嘛无好看。我来你起来嫁啦哦，我操！你嘛是大细，你起来这手术啦，超袂好势，超袂好势，这个。整容了了无好啦，啊你拢甲我传哦，拢传好啊，拢好，很好啊，啊你我起来去。公主请咯。公主请了，我才做姑娘，你会知影我面发是被人误会，误会免头路的，算唔知影。我明人伫旁听，这连得明白。姑娘嘛，你是因为受人误会，也只是朦胧观的，又是自从你含冤受屈，我这病人甲你救倒出来啊。是安尼是啊。不错。想袂到，你咱素昧平生，你竟然是反倒相助，那还袂真够？唔讲你尊姓大名，小名小姓叫做金重文，不敌高人你。这个老名叫变玫瑰，听说那恁你是地方上一个大仙人哦。太过夸张哦，话讲起来嘛奇怪，看一个相势。玫瑰姑娘，你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既然阁是查某囡仔人，甲伊拢冻伫个厝内，香火赤手，风不入是雨不出，也怎样今天？你可是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吼？金大爷，实在有所不知，什么人愿意抛头露面？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妇女，为着生活起居，所以不得已才出外换面回居，用生活来维持。知影你的身世这么真可怜啊！既然敢是嘛，为着生活不得已，才着出外四界伫抛头露面，也无安尼生。如果若相信我道，我可以甲你牵一下红颜，以后你若嫁着好翁，从心以后有我靠，你就免为着你的生活伫咧烦恼，敢毋是？哎呀，你讲了真有理，但不过我阿舅这么落魄，什么人愿意娶我为妻？我娶我为妻出人，一定会让我拖累，希望你着爱三思而行啊！明明是你对自己太过无信心了，也只要你愿意，天下之间真济人拢想要照顾着你的终身，也无咱遮讲话也无方便，也恁家住伫倒位，我带你倒转去，一路之上我才甲你介绍着这人的人品。金大爷安尼讲，恭敬就不如将命。姑娘啊，你带路哇！心容易，不休无止境。哎呀！
了。